给他说完了。我不能换血啊，真不能换血的，补一下经验就够了，没有经验得了，换血是真换不了，换就爆。换也是不可能的，不过这不就是人生吗？包有良好的抗压经验，你看这里抗压经验这一块很丰富。六级之前让他们爽一爽，真的，就六级之前给他们爽一爽，六级之后我要弄他们。能来啊，下路真不是，真不用来这下路，来下路没用啊。其实你看我现在就亏一点刀，一点补刀而已，路程还没掉，还坚持住。啊，就只亏一点补刀，血量上面保持还是比较健康的。哎，就这样。说了，只让你们爽前六级，这只让你爽。下吗？我到了呀。
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我不敢翻的墙，操！他左一交易的，我凭什么不翻啊？左一交易的真得翻吧？闪现把那个扭掉的话，没人挡我。啊，只要闪现。就感觉妈给他说完了，泽利加猫还是打到后面还是厉害，泽利加猫。还是泽利加猫。